在拜的时候，我们的胸、大腿的股四头肌，还有小腿的大腿跟小腿都运动到。那同时，它其实也训练到我们的肚子的核心肌。那所以拜佛的话，会帮我们打，让我们大腿股四头肌有力，然后小腿有一个叫就是有一连接到我们心脏瓣膜，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心肺功能啊，还有全身的那个就是神经血液细胞的那个循环会更加的顺畅。那所以当这样子身体的那个心就是那个神经这些都打开了，循环变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头脑就会清楚，那智慧也会开展。那所以拜佛它是一个很好帮助我们改善身心的一个方法，这样来跟大家好感恩。